你是免证的女朋友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他的。兴奋吗？这不是刚刚开始交往吗？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你？那他是干什么行业的？哎，这总可以回答吧？算是做传媒的吧。什么叫算是啊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是还是不是？答案就在那里，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答案的啊！哎，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啊！告诉你，告诉你！你看这孩子，你快告诉我呀！不好意思，问一下，吕夏在吗？他出去了，你给他打电话吧。啊，谢谢。邓允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有空来看我的？哎，顺道来看看。什么？不会是给我写的情书吧？太浪漫了！听说极地海洋馆的海豚好可爱的，你怎么想到这么好的地方啊？想跟你一起浪漫呀。嗯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走吧，让他们羡慕死去。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下衣服。吵到你们了，杜博。讨不讨厌啊？我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父母不许我谈恋爱，毕业了就直接工作，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理解理解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说你跟你妈已经正式介绍过我了是吧？是的。那我们俩已经算是正式交往了？不算正式交往，顶多算是正式接触。
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。林小棠啊林小棠，我怎么看你也不像没有谈过恋爱的。行了，天不早了，那回去网上再说吧，拜拜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那个我要约你元旦的时候到我老家去看看。去你老家？这个恐怕不太现实吧，元旦节一共我们就放三天假，来来回回的全耽误在路上了。你年假不是还没休吗？可以请假呀。这恐怕不行。你努力努力呗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一旦要出远门，我爸爸看我就跟看贼似的，所以根本就不可能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天大的好消息，爸爸呢从万花丛中给你选了一款最最最最最最适合你的啊，时间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中午呢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啊。这个小伙子可帅啊，身高有1.81米，体重呢74公斤。林小棠？什么林小棠？走，就是这小伙子，帅不帅？想想这次见面知行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哎，爸，我明天要出差，推也推不掉啊。行了，哎，我今天都快累死了，我还得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天还早起呢。你们也早点睡吧啊。那我安排了半天怎么办呢？没出去啊？我一会儿就出去了。哎，猛哥，林小棠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他请年假了。请年假了？啊？他怎么没告诉我？那个中午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一起吃个饭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你看，你约我好几次了，晚上总有时间吧？猛哥，其实你什么意思呢？我都懂，不过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所以你也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希望你以后别再黏着我，不然到时候自找没趣的可是你。小丫头，我认真的跟你说啊，一个小实习生千万别把自己太当玩菜。龙哥，我觉得你应该走了，要不然一会儿大伙儿出来的话，下不了台的也是你。我会记住你的。谁电话呀？啊？他不接啊。喂。喂，师傅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请年假都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忘了。那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去哪儿玩去了？也不带上我。我回老家呀。是农村吗？对。
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去过农村呢。我已经都快到家了。啊，是跟你女朋友吗？是啊，我带我女朋友一起回来的。那好吧，你们玩开心点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你徒弟挺漂亮的吧？还行吧。比我漂亮吧？那不可能，在我心目当中，这世界上就没有比你漂亮的人了。油腔滑调。我说的是实。那你为什么刚才不敢接电话？你是怕我不高兴啊，还是你心里有鬼啊？主要是因为啊，他没什么事儿，再加上这漫游不是挺贵的吗？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我心里没鬼，别瞎想。谁瞎想了？妈，你这也太偏心眼了吧！你说我哥带个女朋友回来，你这提前好几天，忙到这个忙到那个，什么时候我要带个男朋友回来？你也这规格呀？傻闺女，你倒是带回来我看看呀！就是，哎哎，你俩说这小唐的女朋友会不会嫌弃咱们家人呢？你说这不好说，城里女孩可娇气呢，就我们厂里那些小姑娘，一个月1000多块钱，还看不起我。哎呀，而且我哥跟我说，他女朋友是那个杂志社编辑，长得又好看，我估计啊来了连坐都坐不下。行了，可咋办？妈他们都在村口等我们了。哎呦，想死了想死了，你可是回来了，都好吗？好好好。哎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吕夏。阿姨好。哎呀，姑娘，我就一直听小唐在说你。哎，今天可见到真人了，活的。哎呀，妈，你说说。这就不用介绍了吧，是我妈。这个呢是大姐，这是小妹。大姐好，小妹好，嫂子好。阿姨啊，就给您买了点营养品，还给您买了一床蚕丝被，这个特别好，永葆青春，抗衰老的。哎呀呀，我们农村人没这个，我都老皮老脸的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咋那么漂亮呢？就跟那个画上的小人似的。哎呀妈，别站这儿了，快带那吕夏回家。呀，你看，我是高兴的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走，咱回家，我帮你拿包。快回家，快回家。